嗨妞，嗨妞，嗨妞妞，嗨妞，嗨妞妞妞妞妞妞，嗨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妞，嗨哟，嗨嗨九大嗨小温嗨冰冰嗨林果嗨 CT， 谢谢冰冰的粉玫瑰嗨嗨妆，嗨嗨。谢谢冰冰的冰晶玫瑰，还有，还有哟，呜呜哇哇呜哇，呜哇哇呜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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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阳光，嗨嗨弟弟，嗨嗨一凡，还有。嗨哟，嗨嗨好，嗨哟哟哟哟哟，噔噔噔，嗨嗨沙鲁，嗨嗨静云，嗨嗨嗨嗨抓，谢谢抓的红玫瑰，嗨嗨阿爸，嗨嗨微微，晚安哟哟哟。谢谢庄中秋会员票，这一条海平线。谢谢庄中秋会员票，大家今天的中秋要怎么过呢？大家今天的中秋怎么过？祝一首五月的天，五月的天。正在赏月，谢喽！刚吃完烤肉，还没明天呢。现在烤肉，中秋怎么过？谢谢阿邦的缘分相遇，酸痛陪我度过。没事，酸痛这种东西会习惯的。谢谢你哥好哟，谢谢鲁蛇水晶蟹草，现在在想你，我比月亮还要圆。嗨嗨 CTJ， 先躺个半天，不是躺个整天吗？你好可爱，谢谢。比月亮好看。嗨嗨 Jacky， 五月的天，五月的天，我还是夏天。谢谢小熊的粉玫瑰，还是要觅食的，但是就是休假就是要睡一整天了，不赏月赏地就好。希望你后面不要再多加了几个字，最近有点花心哦。谢谢这位的红玫瑰，已经躺平。谢谢俊辰的红玫瑰，第二次看例子。谢谢阿冰冰的香槟，香槟，香槟，香槟。谢谢阿冰冰，谢谢阿冰冰的香槟，谢谢阿冰冰的香槟，香槟。哈哈，游戏嘻嘻喽，哈哈，宇泽，哈哈，小陈。看了三天。很深的夏天，哈哈，游戏，哈哈，刚刚。谢谢小陈的红玫瑰，哈哈哟！明天五月的天，还有晚安，哈哈伟伟，哈哈宝宝，哈哈剑骨，哈哈竹鼠，谢谢刚刚的钟情玫瑰，谢谢，谢谢月的会员票，哈哈绿豆叔哥。最爱的只有你啊！哦，我相信你哦。没选活动，还没有适合，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一个轮回的，那叫什么？就是一个七天的，对。谢谢陈安的吻手礼，谢谢，谢谢陈安的双手比赞，谢谢陈安的吻手礼，谢谢谢谢陈安，谢谢 you 的香槟香槟，谢谢，谢谢陈安的双手比赞，谢谢。会多选一个，对啊，可是因为他还没是有想选一个，但还没有，他没有一个周期，就是他还对，可能对，应该是十八，因为他不会提前公布说有什么比赛可以打，所以就是要等到他可能前一天或前两天才会公布，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活动。我也都是等到他公布之后才会看到这样子。谢谢波神金唱片，谢谢海海云南。要比浪的比赛，谢谢陈安的吻手礼，谢谢。多年后我的喜欢，谢谢陈安的薰衣草，谢谢，谢谢。大家烤肉必吃的是什么？曾是勇敢还是笨蛋？嗨嗨我啊，嗨嗨小雨，今天好累，为什么？嗨嗨勇勇，棉花糖，嗯，我也是哎。吐司，为什么？吐司夹肉吗？这样很快就饱了。牛肉片，哦，这倒是。那我们最喜欢吃肉块还是肉片？甜不辣？谢谢装的香槟香槟，谢谢装的香槟香槟香槟。有烤肉吗？有啊，就是那个 DC 群烤了两次的肉啊，然后我就这一阵子都不想再吃烤肉，我直接吓烂，连续两天吃，我就觉得，哇塞，我应该那个最近一阵子不会想再烤肉。烤棉花糖，烤龙虾，龙虾太贵了，就出现五条吐司，所以到最后变烤吐司。肚子要保重的部分，真的。谢谢陈安的告白气球，谢谢。烤香肠，签名的那上面，对啊，是熊，是不是看不出来？是不是看不出来？像真的有解散，谢谢阳光。真的赛前活动也在烤肉，真的大家辛苦了。我们要上一下直接订烧肉店了，因为那个还要收拾麻烦。我以为是蜜蜂，不是，是熊。没有，是熊，看不出来哦。又想起你的喜欢，你拉在脸，它也不是一种背叛。买下来也没有任何，不如吹冷气时常吃，好像也是。而且收拾就很麻烦了。同学在高雄考，嗯，在一起考，嗯。毕业第一颗签名球，恭喜恭喜。嗨嗨暖风，谢谢阿 Q 的小飞碟，谢谢青青的吻手礼，啦啦啦，哇！谢谢嘉宏的熊宝，耶耶耶！谢谢嘉宏的熊宝。熊宝，熊宝，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自己烤肉比较有那种，就是大家一起，比如说生活的回忆啊，像现在就是大家烧肉店烤一烤，就是哦吃得很开心，那就是少了一点人情味。谢谢嘉宏的熊宝，谢谢，谢谢嘉宏的熊宝，嗨嗨老嗨，啦啦。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吃，小火车
摆动的旋律，他都会乱说，真的。谢谢青青的紫色泡泡，谢谢青青，真的是懒。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要过炭火麻烦呢、啊，真的。而且又要加碳，然后生火又要时间。可是就是比较有回忆，就是哦，比如说火生不起来啊，然后大家很努力在那边扇扇扇。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大家比较喜欢吃肉，还是比较喜欢吃菜，还是比较喜欢吃海鲜？好像都是烤肉比较多，海鲜反而比较少烤。但我觉得烤就是用那种，就是用那种蛤蜊也是很好吃。可是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中秋节就是要烤肉嘛，他还默默循环。比较喜欢吃菜跟棉花糖，烤肉配成一片，你确定这样不会落腮？他确定这样不会拉肚子？奶油香菇、奶油金针菇吧。96奶油蛤蜊，不是通常都是九层蛤蜊吗？还有喜欢烤虾不怕烤焦，可是虾子还是会烤到外面都碳化吧，就是如果都没在顾的话。那他不肉丝，真让你很开心，也很开心可以看到你樱桃苗，嘿嘿，久不见欸。烤豆腐又本瓜还好吧，可不可以剥掉是没错。我很想想，我很喜欢，我喜欢吃烤香菇。对，你有吃过焦糖风吗？我喜欢吃焦糖风的烤香菇，好吃。可是虾子的话，那个腹部都很难烤欸，腹部跟背部都很难烤。大卖场的推车烤肉，我还有看到有人用那个洗手槽的烤肉。之前买小学生，外面焦到里面太熟，就是火不能太大。火候真的是很难控。啊哈哟喽，赤河腿都超难烤。我也超爱生香菇，我干香菇、生香菇都爱。我喜欢剥过的烤虾，你是喜欢剥过的吧？嗨嗨，对啊，有人用洗手槽烤欸，我有看到那个图。谢谢抓抓的佳节祝福，谢谢抓抓，谢谢抓肯肯，谢谢悠如的爱丽会员票。噔噔，洗手槽，刚刚那种没有用过的洗手槽欸。这样讲，那个卖场购物推车没有比较好吧？爱着我，那有多温柔？嗨嗨，玉德，谢谢青青的晚收礼。那你们觉得烤肉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吐司还是生菜还是烧肉酱？我是烧肉酱啊。电风扇，帅哦。肉，除了肉以外的啦，酒，那您肯定很会喝。哎，果树，我超喜欢吃酱，我把酱好吃，这肉就赢一半。烤肉酱加吐司，那你就是吃吐司而已。
为什么会吹风机？冷气，那你可能不适合出去吃，不直接喝烤肉酱。那应该是痰吧？那我不够说吹风机这块，你就是要用扇子扇才会有那个啊，才会有那个就是中秋节的感觉。嗨，小乐，日式烧肉后就对烤肉酱没兴趣，为什么？烤肉条很少涂酱，都撒海盐。哈，我超喜欢吃那种酱渍肋条，我喜欢吃那种很咸很咸很咸腌过的肉，好吃啊！我就是喜欢重口味。不是很多人都直接用那个瓦斯枪把那个木炭烤一烤吗？烟火秀棒。自备秀工，烤肉专门吃酱，真的酱好吃，直接赢一半。爱过，还有中你。懦弱是不会洒脱，干脆自烧好了。瓦斯枪等级很多烤肉局，那你们有遇过那种就是木炭太湿烧不起来了吗？嗨，小平儿。那仙女棒、充电棒，我没感觉哈。对我来说，烤肉只要有那种很大的冰桶就够了。我对于其他还好。噔噔噔噔，烤肉必吃的是什么？烤香菇跟什么？烤棉花糖。烤肉跟白饭也是必备啊！你们有烤过饭团吗？就是那种日式的饭团。热海风，生活跟地狱一样，太潮湿。有时候又太湿的天气，真的会生不起来。青椒，谢谢中你的棉花糖。可以问问看，不是说这样比较好生活吗？嗨，好比王，没自己烤过，但现在真的去外面烧烤店吃一吃比较方便。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地方就是管制，说不能在哪里烤哪里烤，只能就是在特定的地方烤而已。还会吃白饭吗？我可能还是会吃一点点，一点点，因为对我来说白饭才是会饱的。还还有用，真的是不用说，不用说，真的差很多。烤肉前要包饭团，那有没有去其他地方吃过那种烤饭团？我觉得烤饭团很好吃。同学家烤，高压热水枪，我怎么吃高压热水枪？一点点，对啊，现在能烤肉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到处都在管制，越来越不能烤。烤饭团吃不饱，隐藏大胃王也不是啦，也不是。嗨嗨，艳遇。传统饭团，传统饭团是什么？糯米那种吗？香港烤肉软现在好像不行。对啊，以前都是可以在那种家门口烤，但现在好像就是都有管制。可是这样不觉得就是少了一味吗？就是少了一个。就是中秋节在门口烤的那种回忆。可是为什么不行啊？为什么会不行？谢谢抓抓的水晶蟹草，耶、yeah ！不觉得就是在家里在家门口烤那种很有 feel 吗？会有烟吧？可是中秋节有烟不是很正常？全都是烤肉味，谢谢哦，又有红玫瑰，
也是一堆人在家门，在家门考，所以如果假设家门不能考，那家里内就可以考了。谢谢小彩的水晶蟹草，所以家里里面可以考，是不是？家门口不能考，家里里面可以考。家具会有味道，那你是很勇。刚刚我们家被吵人跟烤肉烟吵架，为什么会吵架？电烤盘烤，对啊，现在都只能用电烤盘烤，就少了一味，就是少了一种就是要生木炭的感觉。谢宝瓦的让宝贝进化，谢谢宝瓦，耶耶耶，谢谢宝瓦，谢谢包眼的告白气球，谢谢包眼。自己家门口邻居不检举就没事哦，是哦，就有人去骂烟很臭，双方就开车。好哦，好哦。那就是邻居不要骂，最好的就是把邻居约来，大家一起烤就不会被骂了。全部人一起烤就不会被骂了。就是少了点，少了点，就是中秋节的感觉。现在好像还在烤，真的假的？爱只能够让你一个人独自拥有。越揪越大团，对啊。就是在被别人说之前，先揪了他们，但就不会被说了。不止中秋节，对吧、啊？大家一起烤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好多在一楼烤肉。爱你，我穿着金星木星水晶火星土星飞旋，我是你世界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我穿着金星木星水晶火星土星飞旋，我是你世界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你生日快乐，这是公办的。我们现在都是同一艘船上的人了。烤肉太热了哦。那你不觉得就是假设如果是吃烧烤店的话，就跟一般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吗？就少了一种就是专属中秋节的感觉。可能两盘牛肉就很好，笑死。好像想到后面还有整理疯掉，是没错啦。都不考负责吃。那你们会去那种就是营地，就是能叫什么，能露营的那种地方烤肉吗？我愿相信你的爱存在。不觉得要烤肉要跑到深山里面去烤很痛苦吗？每周都在烤肉，露营蚊子好多，真的。营地一样收，是要收没错啊，但就是，对，是会有很美好的回忆，我自己觉得啦。舍不得我。国中有烤肉场，你说在国中里面吗？我们以前同军课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生火，然后教我们烤棉花糖。我们有学过就是怎么生火，然后就是对我们的同军课有烤过棉花糖，然后煮过火锅，然后反正很多。我们同军课超好玩的，大家都超喜欢上同军课。通常都是出去玩，然后顺便烤。去哪里玩？
没文字也太酷了吧！中秋节快乐！快去西边烤肉。营地活动回来就会生病，太累了吧？还有盖烤肉场很酷哎！去露营区，哦，我们也是。国中的格宿露营，童军课还是彭恩课？童军课。偷隔壁的，对啊，还有钻木取火也很好玩。最后都在烧卫生纸。露营地或民宿啊，就可是那烤哦，好像也是哎、欸。烤肉喜欢吃什么？香菇跟牛肉。然后我觉得童军课就是，对，就是在学校烤棉花糖真的是很让人难忘。嗨嗨，秋香。原子炭是什么？大姐和万弟妹帮烤的时候，不敢不敢，他们等下烫到更麻烦，烫到更麻烦，我自己来就好了。绑童军绳也怎么这样？没有，我们还要教怎么钻木取火。烤棉花糖超好吃，对啊。为什么我同学课都要完成的？我们老师很用心。谢谢抱怨的救救你哦！会不会是年代的差异？谢谢抱怨的救救你，谢谢谢谢抱怨，耶耶！你是年代，你说我跟年轻嘛，所以课程就多元化这样。哈哈，还在烤肉，不能太宠他们了。小姨就在烤肉，好吧，好吧，那请你姐的儿子烤给我吃好了。中秋节快乐！我现在推过没有？我没有用过哎、欸，我没有用过，我都只有用过那种就是通常在卖的一整包的那种木炭。原来你喜欢这种？没有没有，只是既然都说了，那就是不用动手最好，烤两块给我吃。谢谢抱怨的梦幻烟火，谢谢抱怨的秀棒秀棒棒，谢谢抱怨的秀棒棒棒棒棒棒棒。对啊，我的烤肉能量已经在上礼拜用完了。二十人左右聚餐能烤肉的吗？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推荐二十个人左右的烤肉？因为三个食材让我们生存半天。照片，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大家都没烤，都在喝酒，很正常吧？这种聚餐烤肉就是大家都在喝酒啦。还有剩下大概这人数啊，二十个人哦。要从生火开始的吗？要从生火开始，还是只是要聚餐？那后面就没东西吃。嘟嘟嘟，又没有人烤啊。噔噔噔噔噔。他还不想生火，叫他生火啊！烤肉是一种生存技能，长大以后发现一种奢侈。就是烤肉其实不是一个必备技能，但会烤很厉害。我在吃鸡肉。鸡肉跟沙拉。停机场整座要烤肉，对啊，很可怕。怎么可以用喷灯呢？就应该要火种啊，然后堆那个木炭啊，然后火种烧起来之后再把它就是弄倒，然后再加炭火，那种还是
这才是就是你知道最一般的那种最传统的这种生活，怎么可以用喷灯呢？嗯 ，Costco 的，好像很花钱。哦，这倒是啊，这倒是没错。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 FA 太喜欢吃那个 Costco 的沙拉了，所以我也去买了。攀登奔火种哪有火种要用那个打火机点好吧？我看你怎么用都存不起来，为什么？现在人一秒钟几百万次，这样子。对，要扇到碳都那个红起来才可以。节省时间好吗？不行啊，这样哪有回忆啊？就是要那边扇到手快断掉啊！对啊，肌肉凯撒，对，被队友烧到。为什么要撒油？为什么苏打饼干当火种好用 ？Costco 沙拉量是能吃饱的那种。对啊，真的很大一份，它可以分着吃。烧没两秒，自己就先洗了。可是这样才有回忆啊！烤酒就不需要回忆，不行，还是要回忆。我小时候每年最期待中秋节，还有过年。过年很好理解嘛，就是红包。那你现在开始是要包红包的人了，所以觉得过年好可怕，过年不要来。但是那个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最喜欢过年跟中秋节，现在就是过年好可怕，过年不要来，过年要包红包了，现在是要包红包出去的人了。拿扇子烧烧到扇子散架，好像蛮正常的。苏打饼能够有哦，鸡肉凯撒要加酱吗？当然要加啊，不加怎么吃？你都叫凯撒，凯撒沙拉就是要加凯撒酱啊。对啊，我真的很想要安排真烤肉聚餐，没有人要陪我、啊，没有人要陪我烤真烤肉聚餐。我真的很喜欢真烤肉聚餐，但大家只想要吹冷气，我就哦，好吧。家人就没有在减肥的吼，所以你们吃沙拉是为了要减肥吗？不是通常都是吃好吃的吗？喜欢千岛酱吗？我都喜欢欸，喜欢千岛酱也喜欢凯撒酱。那久他们就不要，不久了，不久了，太累了。但还好没有，你看那两天天气，嗯，还好没有。八个人带两十来喜提八条吐司，没有，我就叫你们自己去那个赖爬梯子。谢谢波演的中秋会员票。你们要自己去给我赖爬梯子，那个自己选自己那一组的带什么？如果都带吐司的话，那你们就只能吃吐司了。不是，哎，吐司这种东西，就是明明就是一条就可以解决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说自己要带一条？为什么不会想说别人要带呢？食材自己骑车来，八个人一条不够吧？是吗？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会吃吐司的人呢、欸。我吃烤肉不吃吐司、欸，我顶多会包生菜，我绝对不会包吐司。想要烤肉的食物是什么？肉啊，牛肉，自己带便宜的，因为最懒人，嗯。好像也是，对，我要白饭。会不会有人带生米？我的手，那给我去旁边生火煮成那个、喔，给我煮成白米饭再来哦、喔。我要那种，而且我不要糙米饭，我也不要紫米饭，我要那个，我要一般的那种米就好了。
那个煮这个煮紫米饭啊，或者是糙米饭的人，我会给你们退货。那还要洗米耶？不是啊，那很简单，为什么不去便利商店买一个微波白饭就好？干嘛那么麻烦？指定月光米。噔噔哒哒哒哒，需要指定香米吗？不需要，不需要，不用指定，不用指定，只要不要其他的米就好了。你生活怎么微波？不是、啊，你去便利商店直接微波好拿过来就好了。噔啦啦噔，噔噔噔，叮噔噔噔，噔噔噔。烤肉要白饭很远呢、欸。现在能烤的地方，这倒是。并没有好吗？不要帮我造谣。我虽然会说什么米比较好吃，但我平常又不挑。也可以搞烤竹筒饭。小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然后学校就烤过竹筒饭，然后觉得竹筒饭超好吃，所以我小时候就有一阵子超喜欢吃竹筒饭。但竹筒饭它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东西，然后看到的时候就说啊，好想吃竹筒饭哦。但是对它一点都不易取得。吃过多少米？那是吃过，不是每一次啊。竹筒饭在九族文化村，好像很多地方都有、欸、但可是不是那么好找。我记得我有在夜市看过竹筒饭，也有专门卖烤肉饭的店家。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谢谢小彩的一颗星，谢谢。校外教学，对啊，九族很多。我记得我在什么日月潭之类的，就是那边也有看过竹筒饭。我记得那种传统老街比较多会有。哦，便当店白饭是真的不行，可是我觉得不是他的饭难吃，是不会煮。谢谢 Boyan 的告白气球，谢谢。对啊，原住民摊位会卖，比如说什么。山猪肉跟竹筒饭之类的这种的，当阿比哥，那我觉得当阿比哥跟竹筒饭差很多，因为这种饭它吃起来会一个，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油吧，我记得。那我觉得它跟油饭的感觉也蛮像的嘛，但我已经忘记了。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校外教学是去体验做竹筒饭，所以真的很酷。嗯。嗯，我心如刀割。竹筒味，对，竹筒饭真的蛮好吃的。先去山上砍竹子。对，竹筒饭比较清淡，它就是有点淡淡的竹子香。谢谢勇的我的观众，谢谢勇，谢谢勇的我的观众。但我觉得竹筒饭量少，就是。是很，就是能理解嘛，就是因为它毕竟能塞的量就这么多。没有呀，我没有吃过，但还可以吸。有些竹筒饭不是会塞料？对啊，可能就塞一块肉啊之类的。然后就是要吃的时候，不是还要把它劈开吗？对，我就是吃货，超爱吃的。嗨，北原。真好，分离后。竹筒饭上面的饭粒就很痛苦。竹筒上面的饭粒算什么？吃上便当了才能把它一颗一颗抠下来，好不好？每次敷那个竹片，那个竹片也刮不干净啊。然后每次吃那个吃上便当，它叫吃上便当吗？应该是。反正就是用那种竹片的那种便当，那种才叫做刮不干净，超起笑的。但我觉得就是是蛮好吃，但就是真的是很崩溃。认真刮会很干净，但就是但我不会拿那个竹片来刮，我会用筷子一颗一颗把它夹完。
竹片便当真的是超麻烦的，因为还留在那边。对啊，因为我不喜欢用刮的，我有些而且刮的那个就是白饭会被碾压，不喜欢，超怕竹片有怪味哦，真的。炸鸡腿皮要粘上面，超级难刮，真的。莉莉姐辛苦，真的。嗨，阿妹。看清所有复杂情绪，莫名都因为你。嗨嗨，那你们喜欢吃烧腊便当？不过是背对而已。你们烧腊便当都吃什么？我很喜欢吃那个蜜汁鸡腿饭，超爱，就是那种叉烧啊、三宝啊，都不是我的最爱，我的最爱是蜜汁鸡腿，蜜汁鸡腿超好吃，要挑，真的难吃好吃很两极，但好吃的真的很好吃。这我今天晚餐真的假的？烧腊便当吃什么？叉烧烧肉。油鸡很赞，我都吃蜜汁鸡腿，我超喜欢蜜汁鸡腿，因为我觉得甜甜的很好吃。写满你的名，油鸡很赞，烧腊便当都是上面的葱盐，葱盐 number one， 我真的超爱吃葱盐，各种的葱盐都爱，但我连续了好几次吃烧肉都吃到坏掉的葱盐，然后我就这个夏天对葱盐有点阴影。太甜会腻，蜜汁烧腊也喜欢。我的蜜汁鸡腿超好吃，我超喜欢吃蜜汁鸡腿。然后有那种葱盐的话，我还会直接夹一口葱盐，然后自己吃。烧鸭的皮，但我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如果有鸡跟鸭可以选，我还是会先选鸡，不会先选鸭。葱盐是精华，真的。拜托多一点，然后我说：“欸，可以多一点吗？谢谢。”我超喜欢吃葱，然后我都会就是想说，别人都比较不要加葱，想说哈，那是烧腊的精华，有什么不要？没有啊，很多人都是啊。他说不要加葱，然后我想说葱好吃耶，为什么不要加？哈哈，果鸭比较贵哈，可是好吃比较重要。为什么这个时间在说烧腊便当？我也不知道哎、欸，聊一聊就去烧腊便当。想要的决定，不加葱块怎么可以不加呢？烧腊不加葱盐就不叫烧腊。谢谢丸子的倒药杵哦。冷汗条有点可怕，就是我这个夏季已经吃了太多坏掉的葱盐了。就是真的是会害怕，刚运动完肚子真的好饿，吃点东西啊！冲请家宝，真的。那你们吃鸭架吗？你们吃片鸭吗？谢谢 Little Sugar 好多缘分相遇，谢谢 Little Sugar。谢谢小糖糖千纸鹤哈哈圈，你们是吃那个吗？那个片鸭的吗？我超喜欢那个面皮包片鸭。嗯，真的很贵。谢谢一套水果的圈子哈，谢谢欧啊的告白气球，谢谢欧啊，谢谢欧啊的告白气球，谢谢爆眼的告白气球，谢谢爆眼包荷叶饼章。吃宵夜吗？不知道算不算，就是想吃就吃，没有在管哪一餐。然后每次片鸭都只有鸭，然后酱，然后跟饼皮，就这样。
我没有加葱段，因为我不喜欢吃葱段。我喜欢吃葱，但我不喜欢吃葱段，因为我不喜欢葱段的味道，但我喜欢葱花的味道。嗯，最喜欢葱花，不喜欢葱段。哦，那你们知道那个饼是可以撕成两片的吗？那葱段反而盖掉味道，不是很喜欢加。因为我觉得葱花加一点点是提那个香，那我觉得葱段已经强调它的本体了。纳豆有加葱花吗？我不吃纳豆。但我不吃炒鸭架，因为我不是很会啃骨头。撕成两半。我之前看到一个蛮讶异的是，就我看到有人居然是整片直接拿起来吃，然后我想说，它不是要撕开吗？这样不是超厚的吗？然后他说没关系，然后想说，可是这样不会很抡吗？就是咬不断，然后又很厚，然后那个饼皮的直接抢走了鸭的风采。对，我香肠不配蒜头，但如果有蒜泥可以。有些店的那个面粉味会超重，鼻通还是很容易吃破，但这不是吃那个烤鸭的就是一必做的一件事情吗？我一个人吃饭啊，对啊，一定要把它撕开啊，就像五片这样子才会变成十片，每次撕到破掉，我觉得破一点点还好吧，你不要中间破一个大洞就好。买的饼都是一叠，对啊，这本来就应该撕，对吧？谢谢双麒麟的会员票，谢谢。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撕，不撕很奇怪，哎，不撕我就觉得我在吃面包。谢谢双麒麟的会员票，不觉得吗？我觉得。就是不撕开的话，他就是在吃面包，吃那种店员会帮你包的。可是我蛮喜欢包那个片鸭的耶，我觉得很好玩。谢谢波阳的会员票，谢谢庄的红玫瑰，谢谢。虽然他会把球，但就是。我还是会就是可能就那种吃盒菜的时候会帮长辈们全部包一包这样子，片鸭好吃，而且我超喜欢吃鸭皮的。这种自己包的客人吗？我会帮就是跟我同桌的人都包完，但我不喜欢剥虾，对，我不喜欢剥虾，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就是帮就是可能跟我同桌的人去包那个片鸭，但真的不要叫我剥虾。想要欢迎你来打工，先没关系。也没有，就是也没有不能播啦，就是可以播。没有啊，就是播给你们就是可以啊，没关系，就是难得的机会，当然是没关系。但是如果是平常是我自己的话，我不会播一下。然后平常帮我剥虾的是谁吗？是我弟，耶、yeah! ！所以平常我也是不用 but you 的。对，就是我们家的弟弟被我们三位姐姐教得非常好，所以平常我们三位姐姐要吃虾是不用 but you 的，因为弟弟会帮我们剥完。对，对，所以平常轮不到我来剥虾。亲爱的，那并不是。皮都可以挑掉，哈，皮很好吃哎。生菜包虾松那种也可以啊。不是 QQ， 是 QD， 是 QD。
最近不是被威胁吗？不是，而且我跟你说，我不用开口，弟弟就会播完说：“大姐，这个给你吃。”我就说：“哦，谢谢。”这样子，对，贴心的弟弟。那你们弟弟真累，我觉得他蛮累的。可是，就是对，他说他很喜欢大姐，笑都笑。我跟你说，你笑了，他们就不会相信我说话。可是弟弟真的很爱我。上次荣幸吃到甜心，是博一下，对，我不喜欢博一下。每个弟弟都有一个可以轻易和他亲热姐姐，最好了，我哪有那么派。我们也很喜欢大姐。嗯嗯，弟弟是不是被威胁？没有，还是其实没有门。哎哎，那 Q 比较爱二姐吗？哎，其实哎，其实是 QQ 跟二姐比较好，然后我跟弟弟比较好。嗨 ，T I O。我姐都不碰螃蟹虾类，要剥壳的。对，我也不。还有我要吃螃蟹的时候，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可以帮我把那个壳帮我夹碎它吗？”就你们知道，其实吃螃蟹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剪刀，是可以把它夹碎的。然后我就跟爸爸说：“爸爸，你可以帮我把那个螃蟹壳夹碎吗？我有点不会弄。”然后爸爸就帮我把壳都夹碎、夹碎、夹碎，然后我再慢慢剥开就好了。谢谢爸爸跟弟弟，对，大姐跟二姐拍戏，弟弟跟我，阿 Q 跟二姐这样子。这是我姐给你开的，宝贝女儿，对，宝贝女儿。对啊，因为我们家很喜欢吃螃蟹，对，然后每次有那个就是有螃蟹的时候，我都会跟爸爸说，可以帮我弄吗？因为我不会。但我不喜欢，我很不会蹭螃蟹，我能蹭的只有这个而已。除了这个以外，我身体我也不会吃，所以身体都是大人们在吃，都是爸爸跟妈咪在吃，然后我就吃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最好吃。但因为我不会蹭身体，所以我都吃这个。这个李佳楠现在很会剥甲壳类，真的。假设要把肉拉出来，不用帮我把肉拉出来，我可以把自己把肉拉出来，只是需要帮我把它夹碎，因为我夹不碎。嗨嗨，瑞凡，爸爸也能帮我弄碎吗？没有，爸爸以前还会帮我们，就是，螃蟹不是有，就是除了这个夹子以外，它还有细细的腿吗？我跟你说，以前爸爸会就是细细的那边，它不是有一段比较多肉嘛，然后他会帮我们把外面的全部剥完，然后只留这样一只给我们吃。对，对，是哦，妈咪也会，妈咪也会，还有是都把它弄到就是这样连着，然后一段给我们吃。说不完的曾经。谢谢风言的会员票。不是肉哎，他是把壳全部都弄掉。哇，谢谢小彩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彩的秀蹦蹦蹦蹦蹦蹦蹦，谢谢小彩的秀蹦，爱你一世吧。谢谢小彩的秀蹦秀蹦蹦。谢谢小彩的秀蹦，谢谢小彩，耶耶耶耶耶，谢谢小彩，嘿嘿，谢谢小彩的秀蹦。没有，爸爸怎么可能会喜欢剥壳呢？自己吃肉，就是喜欢吃螃蟹的人都知道，平常要把螃蟹蹭出肉来就有多难呢，怎么可能就是都蹭了这么久了，然后还不吃肉呢？对，就是爸爸太宠我们，他就吃完都会把那个给我们，肉给我们。谢谢猫眼的豪华游轮，谢谢猫眼，耶耶耶，谢谢猫眼的豪华游轮。
金蝉不可数。平易近人的蟹肉棒，蟹肉棒真的轻松多了，真的真的不用在那边撑。嘟嘟嘟嘟嘟，有一天我想吃。那你们比较喜欢吃海鲜，还是比较喜欢吃肉？咸的香又甜，剥螃蟹壳跟剥虾真的不是难度，真的螃蟹壳超难剥。吃菜啊，好健康哦。同样难度，哪有？我觉得剥螃蟹比较难。我喜欢吃没这么熟的牛肉。他是说不是同样难度？哦，不是哦，不是同样难度。海鲜派，牛肉跟生鱼片。没这么熟的牛肉是几分？三分吗？海鲜真的要看新不新鲜，真的。谢谢偶尔的告白气球，谢谢偶尔哇。哦，我很喜欢吃虾，但是我对不新鲜的虾会过敏，所以我其实吃过很多次虾，要吃完我全身很痒，痒到爆炸的那种。三分不错，全熟我不行。我也是吃比较，我是吃五分。那如果很好很好的肉的话，就可以吃三分。那您会吃生的虾吗？小时候很喜欢，长大比较没有这么常吃，但要吃还是会吃。嗯，我比较喜欢吃生牛肉。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次，就是吃到觉得哦好痒哦，我到底刚吃了什么？哦，虾子，所以可能就是虾子不新鲜。对，我牛肉不是吃全熟的。但你也很奇怪，你吃生牛肉，但是你吃火锅烤肉的时候不能有红红。没有啊，就是，你就说还没熟啦。没有，生牛肉就是生牛肉，它就是专门准备佛生牛肉的。但是，烧烤片它是专门给烧烤片，它不是拿来做来生食用的，这两个不一样哎。因为生食用的它一定会，就是过程它一定会更细心一点嘛，因为毕竟它是要生食的。你们懂那个差别吗？有测过敏源，我其实测了好像三次哎，因为我小时候有气喘，然后我测了三次过敏源，我抽了三次的血，抽了三次过敏，测了三次过敏源。不新鲜的生蚝直接打点滴 ，Oh my god， 怎么好像不一样？虾头刺到就会超级过敏，所以你有帮你解剖吗？只能全身或全熟吗？啤酒的声跟牛肉的声是不一样，笑死！三个测试都有不同吗？我记得哦，我对烟味过敏，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讨人厌的问题。就是小时候啦，长大之后我就比较，就好像长大后有再去测过一次，但是我其实已经忘记了，我忘记是我没有看报告还是怎样。就我小时候气喘的时候是对尘螨，然后对烟味过敏。但其实这两个过敏就是这是蛮麻烦的，因为就是烟味这种东西很难避，然后尘螨这种东西也很难避，你只要有娃娃的地方就会有尘螨之类的。生食级处理过的那种差比较贵，对啊，就是有生食级，比如像生鱼啊，还是生牛肉啊，生虾这种一定都是比较特殊处理过，就是可以生食嘛。但是如果就是还是有差，就是有些就是真的要烤到熟才能吃。我家刚在烤牡蛎，好吃吗？小心虾头插到嘴巴很痛，但吃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哎。冷空气过敏，啊，冷空气过敏，你是说比如说进到太冷的环境会打喷嚏吗？哦，我哎前几天吗？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那个休息室会开冷气，然后走上来球场的时候，我每次哦，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要一出电梯，我就开始疯狂打喷嚏。然后我刚前几天嘛，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反正我只要一出那个电梯，我就开始疯狂打喷嚏。然后还有人说你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鼻子很痒。
是香烟，我的烟味是香烟。能不能算是后来选择放弃？别研究了，别研究了。尘，对啊，尘螨也是到处都有，所以我就是对于空气，空气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因为我小时候是气喘，所以喘不过气的那种。然后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就是气喘用那种喷喷药嘛，就是在嘴巴这样喷喷的那种喷喷药？我小时候有用过，然后可是因为我其实到了长大，我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也是很常喘不过气，但是因为。likelies 对，就是，但我后来就是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状况，我就没有再去看医生，因为好像其实也查不出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对，谢谢梦妍的粉色香槟，谢谢梦妍的香槟香槟。对，但我小时候是都要喷过敏药的那种。太多人想逼，对啊，还有什么支气管扩张机、头戴空气清净机耳机加耳机吃，力够足可以考虑，现在没关系。谢谢包眼的香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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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包眼，耶耶耶耶耶，谢谢包眼。过敏没听过，等到突然就好了，但我觉得过敏没有好。谢谢放手的香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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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放手的香槟香槟，谢谢都跟你说的放手的香槟香槟。西村娘真的啊，谢谢立涛修改的告白气球，谢谢小糖糖。可是我就是我，我忘记是什么时候长大再去看还是什么，就是医生说小孩小时候有气喘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气喘这件事情其实很可怕，因为就是吸不到空气这件事情很恐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我因为我是用嘴巴呼吸的人，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会用嘴巴呼吸的原因是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吸不到气，我用鼻子我吸不到气，我觉得用嘴巴是我最快吸气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我才有呼吸的那种实感，就是所以我一直改不过去用鼻子呼吸。对啊，就是因为过敏，所以鼻子常常鼻塞，然后就是习惯用嘴巴呼吸了。像我妹常常跟我说，就是你为什么不用鼻子呼吸，用嘴巴呼吸很丑欸。就是我就说我知道很丑啊，但是因为我的鼻子很长不通，然后我又会吸不到气，我只能用嘴巴呼吸，不然就是我真的是会就是吸不到气。鱼油，可是我觉得这有点跟就是这有点，对，这可能要从根本开始改。因为我没有化妆啊，所以很素。我没有化妆，但主要会要影响下颌，后面咬合不全。是啊，是没错。那已经习惯了，有点改不掉了。完全从鼻子吸不到空气，感觉。真的是吸不到气，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就是你也没有办法要求那些过敏人一定要用鼻子呼吸之类的，因为就是鼻子常常吸不到气，才会改用嘴巴呼吸啊。对，过敏的人才懂过敏的人。用鼻子吸吸吵吵，就我觉得主要是我自己啦，就是就算我现在鼻子是通的，但我也会觉得很恐慌。就是用鼻子呼吸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的每一口我就要变得吸很大很大很大，是就觉得可能要这样，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呼吸频率，就是通常不会这样，你不可能每一口都这样吧，不可能啊。
可是用嘴巴呼吸，你就可以短时间，然后吸到最多的气。不要多哀悼。但我就是你挨了这一刀也不一定比较好啊。但是要看了，我觉得还是要看状况。就是如果你的状况是有办法根治的话，那当然是开一刀就会就是豁然开朗。但是如果没办法根治的话，那好像也没什么用。全身就真的难受。啊，过敏人的感受大概就是大家 always 每一天都在感冒流鼻水，然后鼻子塞住这样子。过两三年会复发，对啊，所以其实没办法。脏东西被塞住，不会被过滤。那这样真的很不好哎、欸。可是真的改不掉，不是也要吸很大口？可是你通常用鼻子呼吸的人，你不会突然这样。不知道，我自己觉得就是用嘴巴呼吸一次吸很多气，会让我自己比较有安全感嘛。鼻子吸了气。而且我觉得越大越难改，就是小时候没有改过来，就长大更难改。谢谢波言的告白气球，谢谢波言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耶。呼吸天冷喉咙会不舒服，不然天冷我就戴口罩了。谢谢波言的告白气球，用嘴巴吸气比较不会灼感，不用像鼻子那么大力。谢谢波言的告白气球，长大就改了，改不了。等到呼吸会烂掉，不知道鼻子嘴巴，真的。大家，我们都是一样的，还好我找到跟我一样的人了。嘴巴呼吸比较累。口鼻病，我好像也是。嗨嗨，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可以分享吗？对啊，真的是很烦哎。就是很喜欢秋天，又不是很喜欢秋冬。肌肉，为什么停下来？谢谢玉竹的会员票。为什么停了？谢谢阿飞的钟情玫瑰。谢谢阿飞的钟情玫瑰，玫瑰玫瑰。他还烦。谢谢阿克的玫瑰。好啦，大家差不多可以打打内容，我们来念榜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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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念榜啦！谢谢阿国的舞台公演，谢谢林果果的舞台公演，谢谢阿国，耶耶！谢谢阿国的舞台公演，谢谢哈哈过去，谢谢土司机的小花椒，谢谢波言的告白气球，谢谢波言。
谢谢刚刚的冰晶玫瑰，谢谢刚刚。好了，大家可以来单谈内容了，要来念榜了。我先来按一按。啾啾啾啾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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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跟儿童矫正牙齿医生，他们最近跟我讲小故事，什么故事？谢谢波言的千纸鹤，谢谢波言，千纸鹤鹤鹤鹤鹤鹤鹤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呵呵哈嘿！用嘴巴呼吸的问题哦，你说会有什么？会有什么症？会有什么那叫什么镜头吗？还是什么？好，现在我的食物门去旁边。牙齿咬合不全，但这真的很难改。这就回归到一个问题，道理都懂，就是改不过来，真的，我做不到。道理都懂，但我做不到。好啦，要来念榜啦！念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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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好喽，第一名是包烟，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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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一名的波言，请继续爱丽，耶耶！谢谢波言。第二名是小彩，谢谢小彩。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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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小彩。原本只有十，原本只有十分苦，一百分甜。嘿嘿，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我有这么油吗？真是的，我有这么油吗？好像胖了，那力吸收热量法则力最近应该是瘦了。嗯，我最近吃的蛮多的，应该是有分一点热量给你。没事，耶耶耶！啊，要谢谢那个球团愿意钱，那个愿意给钱这个。昨天帮你经过座位指着立着毛巾叫我吧，立着毛巾举起来给他了，好奇什么时候看到，我还没看到你说他们在到处拍拍拍的时候吗？到处拍拍拍。上礼拜五天过台湾是福利的太高太晕耶。那因为我是穿窄裙，然后呢就是有很多需要跨开腿的动作，然后就是通常跨开腿可以这么开，没有，但我那两天都只能这样，这已经是我的极限。然后我的腿直接被那个窄裙限制了那个
能去的位置，就这样。像我们那个开场舞有第一个动作，噔噔噔，然后讲说，哦，我第一次穿这衣服跳，然后噔噔噔，哎，噔噔噔，哎，哎，然后我发现我腿只开了一点点，超级有点好笑，因为通常应该是要这样整个下去，然后它只开了一半，甚至不到一半，五分之一。在外行工作，再加油，工作加油。工作加油！下班了耶、yeah ！恭喜下班，恭喜下班！明天还要上班吗？如果没有的话，后天上班加油；如果有的话，明天上班加油，加油！干巴丁马斯，为了下一次看莉莉而努力，耶、yeah ！谢谢第二名的小彩，谢谢小彩，谢谢第二名的小彩，谢谢。看起来要连位置走出去都困难，真的啊？那。动作很明显被限制，真的，真的，那个腿要只能开一点点，哎、欸，就停下来了，而且还不能怕，还不能跳太开，因为如果跳太开，如果就是裙子那个窄裙如果破掉的话，那就是更不美观了，对，所以只好就是放小自己的动作。中秋日上班日辛苦了，明天上班加油。你要想着很快就可以再看到我了，你就会充满了力量，耶、yeah! ！谢谢第二名的小彩，谢谢，好哦，小红晚安。第三名是嘉宏，谢谢嘉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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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嘉宏，谢谢嘉宏，耶、yeah!。去年的今天是握手会，诶，居然吗？居然吗？是去年的今天哦。大家是看到丽还会晕的时候，现在还好，一定是长大了。为什么你要继续晕啊？怎么可以不晕了呢？对啊，对啊，两天天气可以综合一下吗？这两天真的是两个极端天气耶。终于能去脚掌见到丽人，而且看七月兔真的瘦了，对不起，我七月真的太胖了，我七月真的太胖了，我七月太累了，然后我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但我现在就是这个月也是爆炸月，对，但我这个月嘴巴要克制一点，不可以再这么猖狂了。连续三天辛苦，感觉你的精力已耗尽，真的，我需要充电。我需要充电，我现在已经没电的状态了，快多休息了，你也要多休息呀呀呀！然后我现在我那个这个月比较瘦一点，大家要推的比较少一点，笑死！谢谢嘉宏，谢谢第三名的嘉宏，谢谢嘉宏，赶场桃园的那一天，嗯。很忙很忙的那一天，谢谢第三名的嘉宏，谢谢嘉宏。第四名是阿抓抓，谢谢抓坑坑，谢谢阿抓，耶耶耶耶耶耶耶，谢谢第四名的抓坑坑，谢谢阿抓抓，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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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四名的阿抓，谢谢耶。第五名是陈安，谢谢陈安。栗子好可爱，我爱栗子糖炒栗子最高追，谢谢啦，谢谢，不要这样夸我，我会害羞。谢谢陈安，谢谢第五名的陈安，明天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谢谢第五名的陈安，谢谢陈安，耶耶耶！第六名是林果果，谢谢林果。阿果没打内容，谢谢第六名的阿果，谢谢林果果，谢谢阿果果，耶耶耶耶耶耶耶！谢谢第六名的阿果，谢谢，谢谢果果。第七名是宝娃娃，谢谢宝娃娃。
谢谢宝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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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七名的宝娃娃娃，谢谢宝娃。第八名是阿冰冰，谢谢冰臭玄，谢谢阿冰。举头望明月，低头吃便当。粒粒圆滚滚，低头吃白饭。可爱一出来，满满直播里中秋最快乐，早休姑奶奶晚安，爱粒粒耶。拉夫拉夫，拉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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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中秋节快乐啊！不要吃太多月饼哦，月饼等于好多碗白饭哦，月饼吃几颗就很肥了哦。但大家月饼都不要吃太多，那月饼吃几颗就是好几碗白饭咯。哎，那个如果有就是聚餐喝酒的也不要喝太多，那个酒都比白饭还胖哦，你们就不能笑我了。好啦，谢谢阿冰冰，谢谢第八名的冰臭玄，谢谢阿冰冰，谢谢冰臭玄，哈哈，关帝。你有吃到皮蛋酥吗？我不敢接近那个东西，我不敢接近那个东西，它好可怕哦。我有看到，我有看到，但我不敢吃。那个好吃，我不敢，我不敢。有啊，学姐有说啊，那个皮蛋酥，大家可以吃吃看。然后我就说啊，可是我不敢哎、欸。不敢吃，我不敢吃。对，我把月饼的热量拿来享受白饭。我有听说那个，听说那个皮蛋酥很好吃。皮蛋和没有皮蛋的味道，我不敢。我吃蛋黄酥，不吃月饼。哦，但蛋黄酥好像也是蛮肥的。有听学姐说。大力推荐的，但是真的不敢，好可怕、喔。然后就是大家听到皮蛋酥，大家说啊，皮蛋酥有这种东西，然后就说哦，很好吃，很好吃，但我还是不敢吃，但我还是不敢吃。谢谢第八名的冰冰，第九名是 Little Sugar， 谢谢小糖糖。会把月饼分了一半是友情，分了一整个都可以吃，因为月饼不好吃。那也要先咬一口啊，那就不会是一整个了。今天不想去大巨蛋看球，他在四角，反正叫陈思雅花到前面时，他就拿起你的背带我，在那推陈思雅看，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没有，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就是拉他入我的坑一下？还是他也是知道吧，就是跟诗雅闹着玩而已吧。没事啦，没事啦，我就知道大家最喜欢皮了，大家都喜欢太喜欢在我面前看别人了。没事，我现在已经是锻炼出就是非常就是你知道强健的心，就是那什么强壮的心理。对对，我不会走心了，大家要看谁都可以。对，我现在很强壮，对，我不会难过，我很棒。嘿嘿，对，对，但大家还是不可以，大家还是不可以，就是一直在我面前看别人哦。谢谢 Little Sugar， 谢谢第九名的 Little Sugar。学长是亲戚吗？我忘记了哎，我记得有人在休息室讲，但是我忘记是谁了。谢谢 M 的捣药厨。我昨天有在酒厂发送皮蛋，说幸运的人都有吃到。不行，我是真的是，我听到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皮蛋酥就是，就是我那时候想说，哦，皮蛋酥哇，好酷哦，但我不敢吃，但我敢吃，对。好，大家很棒，请继续保持。对啊，你那个 Little Sugar 你的朋友，我只能说多保重，多保重，会推他去新庄。好的好的，之后可以来新庄玩，只看你很棒。
蛋黄酥咬下去啊，怕爆，怕爆。谢谢第九名的 Little Sugar， 谢谢第十名是欧娃娃，谢谢欧娃娃。嗯，就是聊天的感觉，虽然去年做一部根本说不出话，哭，哭到不行。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哇，没事，别难过，别难过。不知不觉已经一年了，对。一年后我在这里。连三天球赛辛苦了，伯费伯费，这沐浴服装好看，谢谢，谢谢。可很可惜没人到，没事没事没事，有机会再来找我呀，不要有压力哦，真的，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这周好像也有台风，真的假的？不要再台风了，不要再下雨了。眼神死。谢谢谢谢欧娃娃，有空再来就好了，不用不用太不要太有压力，没事的好吗？没事的，有空再来，来了就要开心，没到也没关系啊，看看照片的我，也可以获得一点力量。谢谢第十名的欧娃娃，谢谢欧娃娃，谢谢欧娃娃。第十一名是庄，谢谢庄。第一次来香不香？到现在还是很香。哇，真的一年了，好可怕哦！就这样就过一年了，哇，我又老一岁了 ，Oh my god， 我又老一岁了。港澳限定，但我觉得很长很长，很多东西都出限定哎。但我就是看到限定会买的人，我要限定色啊，或者是限定什么？就比如说，假设今天一个电棒卷出一个限定色，所以限定粉，我就会买。但我好像也不一定是限定色哎，就是是粉色的，我就会买。每天都有直播可以看，耶！我跟你们说，你们的九月真的是非常的充实。你们九月几乎应该是几乎是天天都看得到我吧？每天都哩哩哩耶！谢谢第十一名的妆，谢谢妆，谢谢第十一名的妆，谢谢。阿里嘎多，谢谢第十一名的妆。第十二名是 you， 谢谢 you。像周五元旦之后的满满的力量，嘿，力量！这周这周还债应该够用，笑死！充宝剑了，这周要开始还债了。明年女孩日我要做新装副线商旅，通勤会累死。就是我只能说您辛苦了，辛苦了。希望就是希望就是就是对，对，不要这么累，真的。这样子太危险了。三人站辛苦了，晚安早休，你也早休啊哟，辛苦了辛苦了，通勤的大家辛苦了，就是跑了这么远来找我们，真的是辛苦了。谢谢第十二名的 you， 谢谢 you， 谢谢。第十三名是放手，谢谢放手，谢谢都跟你说的放手。谢谢放手，谢谢第十三名的放手，谢谢。第十四名是阿 K 啦，谢谢阿 K 啦。全身不舒服，以为微感冒才这样，真的想吃饱，什么事都没有管，吃是良药，吃真的是良药，不管是对于心理还是对于肚子都是良药。今年看到二万啊，但我其实比较喜欢第二天的造型。我觉得第二天的比较有安全感，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然后第一天的那个很怕，比如说什么因为它原本其实是一件比较长的衣服，然后把它别上去，然后就之后其实就很怕，比如说什么别针弹开呀、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每次都会很紧张，就是衣服上面的，就是比如说那些别针会不会弹开呀、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啊，这些就想很多。对，然后我觉得第二天的衣服我比较有安全感。
谢谢阿 Kira， 谢谢第十四名的阿 Kira， 谢谢谢谢阿 Kira， 第十五名是刚刚，谢谢刚刚。丽丽球赛辛苦了，可以看到丽丽好开心开心，谢谢刚刚，你开心我也开心。早点休息，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奶奶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月饼不要吃太多、哦、看这个月亮就好了，圆的跟月亮一样的就好了。谢谢第十五名的刚刚，谢谢刚刚。第十六名是勇，谢谢勇。嗨，今天休息啊，今天休息哦，原本以为今天有新的图可以看的，说好了今天放你休一天，要那个下次要换新的哦。就这样，就是默默的逼你换那个头贴，也是蛮久了，请继续保持，很棒。谢谢谢谢勇，谢谢第十六名的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边了，谢谢大家，多谢大家。Good night， 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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